哇，你家的电视柜 TV console 很好看呢，金家室友，原来还有这样子的设计哈，很特别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ewman 的 SY，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多样化的电视柜啦。OK， 第一种就是一字型的悬空 TV console 啦。OK， 这种 TV console 的话，它的造型呢，其实它是比较时尚，然后还比较轻快的感觉，所以空间呢直接会 up 了一个 level。除了美观之外，它打扫卫生起来也很方便哦，就像这个样子跟这个样子。OK， 第二种就是这种 L shape 的那个电视柜啦，就是 TV console。L 型的电视柜呢，也可以叫做半包围式电视柜，也适合大部分的那一个 layout。OK， 可以把一边的高厨做成开放式，就是 open concept， 像这样子的，或者是你可以做成有玻璃门的那个感觉，就像这样子的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又有 storage， 然后也有那个设计感在那边啦，而且客厅看起来会更宽阔哦。我是 Newman 的 SY， 如果喜欢这期的 video 的话，欢迎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、IG 跟 YouTube 啦，拜拜！一字型悬阔，就是一字。TV console， 然后它外观，